同学你好。杨教练好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陈思阳。我叫楚墨涵。你老家哪里的？江苏徐州的，四川梁平的。我老家是河南商丘的。喜欢足球吗？喜欢。好的，以后跟大姐学习好吧？好。你知道我怎么选你来的知道吧？不知道。你今天就成为我们足球队正式队员了，高兴吗？高兴。学什么也蛮艰苦的，以后能认真学吗？能。你觉得难不难？